你好，我是您预约的童明星，装修师傅是吧？啊，您好。哎，您是那个著名的服装设计师金星金姐吧？哎呀，新作品呢？哎，是的，因为我要参加一个国际展览，我在准备我的一个作品呢。哦，刚才在电话里跟你说了。哎，我那个墙上有点掉灰，你给刷一下就可以了。哎，好嘞，没想到真是金星姐呀！其实我也叫星。 同明星，我姓金，你姓佛，擦了远去了，干活吧。马上就要交作品了，可是我一点 idea 都没有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们参加不了时装展了。为什么每一次我们都会输给金姐？好想超越她，我也好想引领潮流。可是我们连作品都没有。九力，要不？ 我们偷偷看一下金姐在隔壁准备什么，这样我们可以参考一下。王草央，你是说要抄袭吗？你居然有这种想法，真是想想我都有些兴奋啊！<笑>原来你也这样想过。什么叫这样想？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看看这个小装置，是一个窃听器。 你别看它小，但是它可以向隔壁超精准定位发送匿名短信，我们就可以套金姐的话了。Let's try。新老师，你在干嘛？金姐，你这什么手机呀？看起来挺炫的。当然了，金立 M6 啊。是吗？都有什么功能啊？内置安全加密芯片，拦截骚扰短信，专线通话，防止窃听，好用着呢。啊，这么厉害。 哎，这短信谁发的呀？<笑>看到了吧，这种来历不明的短信到我这直接就给拦截掉了，收不到的。我这没事儿，我这没准是一个暗恋我的女孩呢，是吧？祝你好运啦，星老师，你在干嘛？我在上粉。上粉在帮模特上粉，是金星老师，没有错。 就连上粉都亲力亲为，我们也不能输。江玉，作为我们 studio 的头牌模特，你即将见证时尚界的新历史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金老师，你用的是什么粉？石灰粉 ！Oh my god！ 是石灰粉，这里是石灰粉，太 fashion 了，石灰粉更有质感，更有层次 ，That's fashion。那他是用什么上的粉呢？好问题，你用什么上粉？滚筒刷。 真的是太有想法了，你看王草央，像你脸这么大，化妆就要化半天，但是用滚筒刷的话，刷几下就刷完了。是不是看着有一点怪啊？不，只是你的审美太局限。你看他刷完石灰粉之后，他。 就是那么的有质感，有内心戏，还有了社会批判性。That's fashion。那上完妆别的东西呢？不要怕，这个小装置不但可以嵌入他的短信，还可以超精准定位窃听他的电话。Let's try。对呀，我都准备差不多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再确认一下啊。哎，怎么老是窃听不成功啊？好吧。 下次再见啊，金姐啊，有的时候我挺纳闷啊，你说像你们这帮名人，有的时候是不是特别讨厌狗仔队呀？特别讨厌他们偷听啊、偷拍啊什么的。这你就放心好了，我这台经理 M6 手机啊，专线通话功能可以防止窃听的。啊，这么厉害！<笑>哦，对了，师傅过来一下。对对对，我这儿也想装修一下子啊。哦，这里装修一下。我画了个图，你看一下子。 啊，就这么，就这个是吧？对对对，好好好，行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我去打个电话准备一下啊。
哎，大董啊，我换一个方向试试。喂，喂，能不能听见？声音听着有些怪呀。不，这么 man 的声音就是金星的声音。哎，我那个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听着啊。听着呢。上面呢，弄一个窗帘儿。直接弄一个窗帘，是不是有一些古怪啊？先别管古怪不古怪，这就是 fashion， 照着大师的画作。好。然后呢，再挂一串灯泡啊。灯泡，灯挂，这就是大师，这就是 fashion， 我们只要照着做，挑战世俗的眼光。Let's fashion。哇，你看这样是不是更闪亮了？好像好抢眼，好抢眼。然后呢，再弄点植物。植物 ？Oh my god！ 植物，九力，环保也是一种时尚。有道理。时尚就是这样，捉摸不透。你看，它是不是有了很多大自然的气息？就连空气都清新了很多。右边有点空啊，弄点东西啊。右边是有点空，那加点什么呢？加个椅子吧。加个椅子，哦，你看，大师就是大师，除了时尚还方便，走着走着累了还可以啪休息。哇！然后上面再弄一个吊扇。上吊扇，九力，他要吊。不要质疑，他是大师，品味能和我们一样吗 ？OK。而且一边走一边吹风扇。多么的娇柔，多么的造作 ，That's fashion， fashion， fashion。可是好像有一些怪，这实在是实在是太惊艳了。环保、实用、舒适，最重要的是 fashion， 这就是新一代的潮流啊！王草阳，我们要引领潮流了。什么？快点拍照吧！好，来，我们把作品赶在金星之前交上去，我们就可以赢了。哇！金姐已经帮你弄好了，一点问题没有。你这个设计图啊，设计的非常好，不愧是一流的设计师。不过有的时候，金姐我还是挺纳闷的。你说像你们这帮搞创意的，有的时候是不是特别讨厌别人抄袭呀？放心吧，我金姐做人做事安全第一。因为我用的是金立 M6 手机。穿可以了吗？穿这个。今天还剩几个患者呀？还剩一个吴先生。吴先生，耳熟啊！就是上次那个一难过就那个。他呀，他不上次我给治好了吗？对呀，这病历上写的是电视综合妄想症，你看，看，妄想症，金医生。你过去，这，哎，你再拽我一下试试，啊，你再拽我一下试试。我告诉你，范老师啊，我是尊重你的，但这里是医院，你老实一点啊。金医生，你要，我告诉你，单老师，你这么大岁数，能不能自重一点，好吗？今天我必须让金老师把你们两个收拾掉啊！动手了还，谁打的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必须让金老师把你俩收拾掉。哎呀妈！金医生，你看着了吗？他们两个就这么对我。我看到什么了呀？什么也没看到。谁呀？范伟。范伟。单田芳。妄想症。哦，妄想症。哦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我就说，上次你把我治好了以后，我就特别的信任你。我现在这个病，只有你能治了。坐吧，哎。没关系的，别害怕啊。好的，妄想症。说说你的情况吧，什么情况？
上次那个哈哈哈一好了，我就好看个电视，嗯哼，我就好看个小品，我看的就他的小品，结果啪从电视里就出来了，你们给我吓的，我说不行，我赶紧换台，我一换台吧，这讲评书，我看评书没事啊，啪一下子他就出来了，这给我吓得，我说赶紧关电视吧，结果把他俩就留外面了，他俩也不回去了，现在的情况呢，就是我们仨人动用我一个人的身体，金医生啊，你必须得帮帮我呀！哎呦，我太羡慕你们这么一家人了，够热闹的哈！不是，妄想症。看起来确实挺严重。哎，吴先生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个呢，是我的药。如果他们两个想抢占我的身体的时候，只要一听到这个铃声，我就回来了。他们就抢不了了。来，医生，你拿着。那哦，哟，你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妄想症啊！关键是你这种……停，金医生，千万不要说出那个字，一旦说出那个字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哪个字啊？不应，一不应，不应。他要说的是病，病啊，病！哎，啊，金医生，我觉得这个病就没有治的必要了。这是单田芳出来了。话说，当年曹孟德立于山头之上。身见一个白盔白甲白旗号，坐骑白龙马，手持一杆亮银枪，南辕猛将赵云，一张怀揣幼主，二张长生将军之骁勇，万军之中杀得七进七出。哎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哎呀，我刚才怎么了？刚才单田芳单老师出来了啊，但是我一按了铃就回去了。哎呀，木子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千万不要再说那个字了啊！哎呀妈呀，我可不敢说了，太吓人了，你让我说我也不说。哎呀，你千万不要再说了，护士。幸亏刚才金医生按了铃，要不然得把我累死。就是。是是是，但你放心啊，有我们金医生在这儿，是不是？我们金医生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呀？就你这个病况，我跟你说，病况。忽悠，接着忽悠。吴先生，老吴，哪有老吴呢？老吴在这蹲着呢。我是老范，怎么说呢？我知道你，你不就是那个金星吗？是不是？一个著名的心理医生，加上全球比较著名的那个小当 Sir， 对吧？对。看来他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。什么理智不理智的呢？不要跟我说这些。正好呢，今天我有点事儿要问你。你最近是不是弄了一个小节目，叫《一宿百乐门》？是今夜百乐门。对，就那个门。这个节目呢，我看了。完事呢，我就觉得吧，这个人跟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你说你一个舞蹈的小艺术家，你呢这个喜剧演不好呢，我不怪你。但是这个舞蹈怎么跳的还这么差呢？不瞒你说，小金子，我跳舞的时候你还撒尿和泥呢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舞蹈。我要让你知道什么是红高粱模特队教练的风采。风采？什么风采？芭蕾，天鹅湖里的王子，你怕不？我怕。有音乐没？没有。我自己带了。天鹅之死。等我啊。你看病吗？就是。掌声呢？他的脚背呢？摄像，快照我脚背！天鹅湖，
天鹅湖里怎么没有天鹅呢？鹅呢？妈呀，鹅！我现在就要逮天鹅。哎呀，天鹅还跑了！哎呀，大鹅！哎呀，大鹅别跑！妈呀，大鹅要跑那边去了！哎呀妈呀，大鹅别跑！哎呀妈呀，追大鹅！哎呀，追大！哎呀，哎呀，看你吧！哎呀，被我踩死了！天鹅之死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这可怎么？我炖了它！大鹅炖！上火，拔鹅毛，再上火，拔鹅毛，夸鸡下去，大锅炖铁鹅。怎么了，老吴？我是老吴。哦，对，哦，回来了。好了，哎，我吓死我了。啊，刚才是不是范伟出来了，然后自己搜了一段天鹅湖啊？来，你手拿着药啊，拿好你这个药。行，我拿着。哎，然后只要犯病了，你就摁这个铃儿。我就是就没事就得摁。哎，对，好啊，管用的。你这个病情啊，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回来了，没事。现在还算稳定啊，你一定要战胜病魔。花软，哎呀，没事，你那一点事没有，你试试。你呀，有病。咱们回，哎，没事，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铃儿给拍坏了啊！妈呀，哎，这什么歌？这个病的病，什么回事啊？又把我召唤出来了吧？这把我召唤出来了，怎么是你呢？就你别推我，听着吧。哎，我推，怎么？哎，你大声推呀！我还没老实，真的快点！哎，老师，你等我一会儿就回来啊！头发露一下，头发露一下，他就是兜起来。你这么一分开，特像那个谁呀，宋小宝啊。好紧张。美了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吧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我梦里那个天使。啊，我就知道我单身28年没有白费了。啊，我知道你想要知道我是谁，对吧？我就是这家医院里面最帅的男护士。我好疼啊！什么声音？我呀，你帮我打一下，好疼啊！这是你的声音。我的声音有什么问题啊？是什么严重的病让你的喉咙变这样？我是胃疼啊。哦，神啊，你为什么那么残酷，让他拥有天使的面孔，却让他有恶魔的声音？你不要管了，你赶快帮我，求求你，好疼！我没办法，太残酷了。哎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不好意思，让一下，让我过一下吧。太残酷了！妹妹，你看啊，你又不乖了，是不是？吃一口苹果。我不吃，不好吃，苹果不好吃。你不吃是吧？哇，好香的苹果，我给阿姨吃。是不是都特别顺利啊？是不是所有人都绕着你们？你生病了？啊啊！我心好疼啊！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我的天哪！姐姐长得好像天使啊！让姐姐给你唱个歌吧。啊，姐姐唱个歌。找不到正常的理由。
肯定不是我。我要啊！快走！妈妈，我可吃药药了，你把自己带走吧。你的女人。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会有电钻般的声音啊？说过多少次了，医院附近不许装修啊！到底是……哦，亲爱的小姐，哦不，美丽的天使，是什么让你一个人在这里独自忍受病痛之苦？不要怕，医院就是救死扶伤的地方，而本人刚好是这家医院的院长。来，让我给你提供至高的服务，院长门诊。张嘴。张不开了。小姐，你的嗓子。我嗓子没事。雨水，雨水，雨水。你可以吗？小姐，你讲话。拜托，我要用内功好吗？我没有。你别过来，我救不了你。人呢？人呢？门锁了，门锁了。里面的张柏芝，请注意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请不要做无谓反抗，把脸露出来，把嘴闭上去，不要说话，不要说话。怎么了？这个医院怎么了？我明明我不舒服啊，干嘛这样对我啊？他太美丽，天使，可以救我吗？医生救不了我。是求求你，尼姑，来救你！公羊少主子没有放弃你，跟我走吧。我才不跟你走，你砸进路人生死了，我还要看演唱会了。这个医院都疯的啊！俗人就是俗人，真正的天使都是这个嗓音的。真的没有想到刚才做什么，完全空白。演员们，咱们这个民国豪门家族苦情催泪大戏剧本特别好，特别离奇，特别曲折，特别高兴。你们一定要好好演，演完之后我保证你们一定红遍亚洲。好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老大老二，爹，年事已高，渐感体力不支，今天我想是时候把家里的珠宝生意传给你们了。爹，你放心吧。儿子一定会继承你的家族事业，把它发扬光大。爹，你又没老到走不动道，你就再坚持几年呗。你个不孝子，每天就知道灯红酒绿、吃喝赌，你为这个家做了什么贡献？我不喝。再看看你大哥。满腹经纶，文武双全，今天我就要把这个位置传给老二。什么？老大，事情到了今天，我就不瞒你了，你不是我亲生的。天哪！
怎么会这样？儿子，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，你是我和妾管家的儿子。天哪，我不相信。大少爷，啊不，儿子，你妈说的对，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我和你妈。停！嘿，不要再说了，你这个下等人，你不配做我爹。爹，我还没玩够呢，我不想继承家业。放走！我就你们两个儿，现在就你一个儿子了。你不继承的话，那来谁来继承呢？爹，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，我和金凤已经私定了终身，明日我们就要私奔去大理了。老二，你是想气死我爹吗？嘿嘿，指哪儿去了？你爹搁这儿呢。滚！老二，你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勾搭我的侍女！你，老爷，我不也是你的侍女吗？那是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。你闭嘴！告诉你，老二，你再怎么说也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，喜欢这种身份低贱的女人，传出去我这老脸往哪儿搁？今天你必须跟他分手。不可能，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，金凤是我的私生女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不相信也没有用，我有证据，你们看看我跟金凤长得多像。我的天哪，爹，金凤就比我小了3个多月，你这是孕期出轨呀你？哎，我只是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嘛。金凤，她的母亲是远近闻名的豆腐西施。哎，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。哎呦，停！哎，爹，我不想知道这些细节，您甭说了，成吗？老二。啊，你想一想，金凤她现在只是你的女朋友，可是现在变成了你的妹妹，你们的关系又近了一步吗？你这个老色鬼，打今儿起我不再是你儿子了，我要跟你一刀两断，我现在就离开这个家。儿子，别走啊，你爸的财产还没到手呢。儿子，真是造孽呀，我这么大的家业该传给谁？爹，实在不行我就勉为其难收下吧。滚，你个野种，谁是你爹？爹，实在不行还有我呢。滚，你个野。不，女孩子家家的瞎掺和什么，总比你们这些臭男人好。二少爷，哥，看来我只能去找豆腐西施再打一盆豆腐，希望他能给我生个儿子继承家业。嘿嘿嘿，老爷，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，这20年来我始终在做假账，你的家产已经被我掏空了。爹，老妾枉我这么多年对你这么好。儿子起来。好嘞。爹忍辱负重，终于把家业给你挣到手了。家业算什么，看着我这枚扳指了吗，是从侏罗纪时代留下来的，只需要这么一点，哎，就这么一点，哎，就领我所有的家业。爹。老爷，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，
我早就趁你睡觉的时候把那枚扳指给掉了包，真的在我这儿呢。爹，老七，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，20年前，老爷，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，30年前，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，50年前，我跟你哥住。这谁写的剧本？我受不了了！编剧来，你给我出来，出来！你来演，说你这不胡说，怎么就不演了？怎么就不演了？不演了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喂，不戏我不给李面子，一谋跟小刚那个戏非要让我去，所以离这个戏呢，必须在10天之内让我杀青。什么？给我找漂亮的女演员搭戏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你这个戏的钱都给了我，你还有预算吗？行啦，别客套啦，我戏干好怪啊。现场还不拍，在等什么？女演员到了吗？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老师，你好。你就是那个叫你叫什么来着？阿金。啊，谁谁谁不重要，你那个台词背熟了吗？熟了，熟了，熟了。OK， 演员都准备好了，还不开拍，等什么啊？马上开始啊，金文老师。那个各部门就位，第几场第一次 ，Action。老婆，我错了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从现在开始，只要对我一个人好，不能骗我，要宠我。停，停，停，停。你知唔知道你演的是谁啊？河东西哎，母老虎哎，你现在演了一个 Hello Kitty， 你觉得我会怕你吗？那你要我怎么做？我怎么做？气势，拿出气势来好吗？好。打比方说，去你的吧，这10个字你讲。哦，去你的吧。大声点。去你的吧。大声点。去你的吧！大声点，大声点，大声点，大声点 ！OK， 就是这个情绪，保持住好吗？我们再来一次，来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对我一个人好，只要宠我，不能骗我。如果答应我们一件事情都要做到，如果你欺负我，你就第一时间爬来给我判我。停！你国语超烂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讲，我们还要给你找配音演员，你知道吗？配音演员都比你贵，你操吗？对不起，老师。你是哪里的呢？香港。你是？我是香港东北边的。你是广州？不是。福建？不是。嗯，我是。啊，算了，得了，咱俩不装了，说东北话吧，来吧。不说粤语，好不好？来吧。Okay.由呢家开始，你只可以对我更好。如果有人呃我，你要出嚟帮我，答应我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做到。停！乌拉巴拉的，我都快睡着了。粤语我又听不懂，你说国语又这么烂，你怎么跟我俩搭戏呢？你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现在一句一句教你，我说一句，你跟我学一句，可以，行吗？嗯，来，你什么词儿说吧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对我一个人好。搁这个点开始，你就必须只对我一个人上心。要宠我，不能骗我。得贼拉稀罕我，不许忽悠我。如果有人欺负我，你要第一时间出来帮我。要是有人跟我俩嘚瑟，你得抽冷子出来给我干他，削他，知道不？来，你整一遍，注意气势啊，气势，来，走吧，来。搁这个点开始，你必须只对我一个人上心。你必须只对我一个人上心。你贼拉稀罕我。你别说是拉我。要是有人跟我俩嘚瑟，你得抽冷就出来。要是有人打的拉架子，你要出来就折了。给我干他！给我干他！削他！削他！知道不？知道不？行了，差不离吧，来，这条过了。好，咱们下边啊，赶紧给演员换装，哎，换第二个场景进这个星月剧院景啊。
快点，我这块片酬按分钟算的，快点来。我刚才跟我来。刚才还行，咱主要把心理学院这个情绪给找好，好不好？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，知道吗？来，来这边来。准备好了。来，好了，来吧。Action！你要找洋葱头，我不是。洋葱头又聋又哑，而且他已经死了。你不是？哎，不是，我不是。其实我是一个骗子，我一直都在骗你。那你当时跟我说啥？你不是背着我整事儿啊？你要啥不说、啊？来来来，停！你干啥？哎，停下！哎，你冷静点行不行？你知不知道你在演谁呢？你刚才说呀，什么？那个是河东狮吼，你现在还以为你在演河东狮啊，母老虎啊？你现在在演一个很温柔的小护士，你懂不懂？你看剧本没有啊？不好意思，老师，你怎么说怎么做？哎、行，我怎么说你怎么做？来，打比方说，我爱你这三个字儿，我爱你。你温柔点儿。我爱你。温柔点儿。我爱你。温柔点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OK， 再说一次，最后一次。我爱你。就是这个情绪啊，控制要学会控制，好不好？来，音乐起，再来一遍，来。我要控制我自己。可以啊，这个感觉可以，来。装作漠不关心你，不愿想起你。情绪出来，我爱自己没勇气。说台词，这个时候说台词，来说台词了。你抹了一行字，在日记里面，你就可以把洋葱头的日记全都说出来了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很好啊。你不然我不要紧。我知道你一定有一个理由，特别好，情绪，眼泪。那你不要不理我啊！我真的好粗心大意，我要用尽我所有的能力才能知道你是洋葱头。非常好，来。我来这边，我不要，这边这边洋葱头，这边死了，来洋葱头，我不要你走。好，停，好，停一下，来这边啊，刚才这遍啊，说实话还不错，啊。你看，你在我这个蠢蠢教诲之下，这个演技哭嚓一下就长了这么一大块，啊！但是你这个歌要这么唱的话，你火不了。你们南方那个歌不够洋气，在俺们老家呢，就有一种唱歌的风格，能把所有歌都唱成一个味儿。我来教你一下，好不好？你告诉我一下，你这个歌叫什么名？心语心愿。好，你一会儿就按我说的这个方法唱，我敢保证，这个片子一播，在全中国每一个 KTV 里边都回荡你这首心语心愿，好不好？好，来 music 词儿给我。我要控制我自己，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，装作漠不关心你，那个不愿想起你。嗨，来你唱，跟着节奏，跟着节拍。我要控制我自己，来 ，one two three go。我要控制我自己，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。装作漠不关心你，那个不愿想起你。嘿，好，就是这感觉，太棒了，你终于说到感觉了啊！来，继续往唱。一人饿过饮酒醉，靠着家人成双。完了，我18年前的那首歌《心语心愿》呢，香港金商奖我拿主题曲的。你没做功课，不要浪费我时间。你养我啊，我还有两个儿子啊。收工。老婆，你回来了。老公，我们实在是太心有灵犀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会？
不要说，好男人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多等一秒。来，站了一天累了吧，我帮你换拖鞋。对啊，这个鞋子穿的我脚都着坏了。哎呀，老婆，我明白了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洗脚水，滴了玫瑰精油，舒缓足部疲劳，而且温度刚刚好。哦，真的是刚刚好哎，老公。老婆。啊？为什么啊，老公？你就快来大姨妈了，吃点榴莲，肚肚就不会痛了。不要说，说好了要照顾你一辈子，少一分少一秒，都不是一辈子。老公，我何德何能能跟你在一起？老公，这又是什么？今天是我们相识的第127天，多么值得纪念的日子啊！老婆，玫瑰代表我的心。Just enjoy it. 我也想好好的 enjoy 啊，可是我今天刚进公司，那个 Mary 就穿在那边，哦呦，在那边打的。不说了。怎么了，宝宝？不舒服吗？不是啊，别人都说男人最讨厌女人在家里叨逼叨的，传递负能量。傻瓜，你知不知道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你那叨逼叨的小嘴。只有听你说话的时候，我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。我老公 Mary， 我想了一下，我还是不说了。怎么又不说了？嘴嘴疼。我帮你把水倒了。算了算了，时间还早，时间还早。对了，老公，我跟你讲 ，Mary 跟那个老板有一腿之后啊，真的是所有的活都变成我做了。那个老板今天让我做3个 PPT， 我老婆啊，你怎么这样？怎么了 ？PPT 这种脏活累活就交给我好了嘛，不管是 PPT、CAD、CPD， 我通通可以帮你完成。哇，老公，你真的是什么都会，可是太多了。我和你一起做，我还有一个点呢。老婆，哎，你看你连个电脑都打不开，你就不要做了嘛。你看我手脚并用，是不是就快很多了？哇，老公，你实在是太厉害了，穿着皮鞋也能打电脑。可是老公，你可以帮我做 PPT， 你怎么帮我对付我那个老板啊？可是我长得不好看，一直给我穿小鞋。这么过分？Golden 姐没有帮你吗 ？Golden 姐，她辞职去当百乐门的主持人了，听说收视率很高的。不要说，百乐门的收视率还不是靠金靖和刘诗诗。老婆，我最近一直在忙一件事情，有件事都没有告诉你，现在我觉得是个 good time。什么事情啊？我已经把你的公司买下来了。不，你才是老板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老公，你实在是太完美了。哎呀，老婆，你别摇呀，我还有13亿身家没有告诉你呢。老公，我没摇啊，是你在摇吧？不好了，地震了。啊，不过没关系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我现在死我也愿意。不要乱说，老婆，地球太危险了，你愿意跟我回火星吗？火星。老公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一个普通人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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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公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哎，小姐。我们这个 VR 眼镜只好试用10分钟的。我说你天天来，你倒是买一个，我真鄙视你，我。